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复兴号的话，它就是一个手柄，实现一个手柄来控制牵引跟制动，然后操作起来更方便，安全性也是更好。然后我们前期呢，对车体进行一个整修，然后地面的验证都验证完了，那我们要在正式运营之前，要对这个整个运营的线路环境和车上的服务设施，比如说我们那个座位显示、WiFi 等功能进行一个现车的一个验证。